动作电影《泄密者》由众多演员主演，讲述了围绕马来西亚药业公司发生的一系列罪恶事件的故事。这部电影从人设角度来看，主要人物涉及警察、记者、豪商，这都是港式现代悬疑片中必备的商业元素。众所周知，优秀的港片在往往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，诸如《无间道》《英雄本色》等经典作品。除了故事优秀、情节引人之外，影片中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交锋、观念碰撞才是真正的精髓。而这些也是一部影片由优秀向经典过渡所需具备的素质。《泄密者》当中，所有势力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案件背后的真相，因为各自角色身份和所站的立场不同，因而在之后所产生的分歧也堪称无解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真相？站在自我立场上所发掘的真相是真正的真相吗？当一切的一切波斯抽检，所有人发现自己手里掌握的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，留给观众的却是更深维度的思考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期待您的评论，我们下一期。